入林之后，白袜队的球迷也现在准备期待这场比赛胜利的到来。不过呢，能够把比萨打击都这么顺利吗？啊，上了第一球蛮可惜。对。还是因为今天没有雾，所以但把比萨打出全打了。今天前面的投手好像都蛮能够去困扰他的。嗯，对。已经连投了两个速球了。我这滑球真的相当接近啊。对。虽然没有三振掉保迪斯塔，不过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投球。对。回望结果，保迪斯塔把球击成左外野方向。非常的深，非常的远 ，Hasta la vista, baby! Wow, Jose Bautista！ 真的被你说对了，这球啊，在整个滑球没有掉的情况下，这个气球真的被他逮个正着。